这一次感觉大家都蛮隆重慎重的，那一定对我们两岸交流一定有很大的帮助，那往后看能不能继续有这么隆重盛大的棒球比赛。我也希望我毕生的所学能奉献我们祖国这边，那就义不容辞的就过来连前县这里。之前来连前县也差不多将近一年了，那他这边的发展也都蛮不错的，都很大力的在支持。